个你来一个，你来一个，好不好？我们是以说为主，人家是以辩为主。好，正所谓君子动口，小人动手。有道理，我们也说啊，我们也说啊，我们也说啊。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形容词来了。说谁来说？那我来了。好，随便来一个就镇住他们。小四给你田大爷说一个。哎，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饼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鹅，卤猪卤鸭，酱鸡腊肉，松花小肚，晾肉香肠，什锦素盘，熏鸡白肚，清蒸八宝猪，江米让鸭子，罐耳鸡，罐鹌鹑，卤什件，卤子鹅，山鸡，兔脯，菜猛银鱼，清蒸哈什马，你们就比不了。好啊，这是我们这行的厨子，这是报菜名，对，都没吃饭呢。我们快说完了啊，说完了。您那个剑什么时候？这就完了，也就这样了，再背个从头来一遍了。那我们就来了，那还等什么时候？来吧，过来吧，来吧，连剑鞘一起推下去。别碰他们，哎呦，留神，留神，留神剑，这个让大家检查检查吗？呀，来来来，让郭老师看看吧，来来来，检查一下。哎，不用这样，不用这样，我这玩不扔了。你要是不想比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我倒不是不想比，我想让我们孩子们好讹你们。看来是真的，因为我这都流血。来吧，大家仔细看啊，危险！中国的传统文化。说呢，是不是简单点啊？咱们下次把扇子推下去，然后从里面还打开，好吧？这一关我们认为你们这演员比我们这个厉害，是是。刚才这是说，说这一关咱们稍微逊色一点，学咱没问题。学谁来啊？先问，接过来，师傅学，咱学方言。我要介绍一下，相声演员的学啊，是包括学方言。学舞蹈，学唱歌，学吆喝，包括京剧、评剧、梆子、大鼓、唱歌，都属于是学。是，没错。他姐夫，你来什么？谁有电话？谁接我一下？太好了。他小姨子在组里边上班。好，来电话。喂，谁呀？干啥呀？找我去打仗，找我去打仗是吧？啊？怎么对面什么阵型？啊？咋的？四个人，咋多？怎么的？要画面啊？要画面啊？多少人呢？200人，200人去干4个人去？不是怎么的？拿东西了？拿啥玩意儿啊？剪子？剪？怎么？行，马上到！你别着急，我马上到。咋去？公交车呗，咋去？200人还能打车呀？行，我这马上到。200人打人4个人，对方拿了剪子，这是抢了裁缝了，这是。刚才他这就是学很温柔。那么接下来就到您这边了，到我这来了。来，您看您表演一什么节目？我这是单，开始那个铁球那个是？对，不是铁球，玻璃球。玻璃球带着呢，口感会好一些啊。我是球不站，您别看这小弹球啊，表演的很有意思。怎么表演？大家看好了啊，盯住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大家看好啊。哦，太神奇了！哎，还能这出来，就这么简单。哇，好神奇啊！这就这么简单，大家看好了，搁在手里边，这出来，我出来了。看好了，这回来下子啊，这太厉害了啊！这回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，把它搁到嘴里边。您等会儿啊！哇塞，好神奇！哇，好厉害！在这儿呢，再来一次，你看就这么简单。这耳朵进去，出来，就出来了。您大爷，您从我这儿来一回怎么样？你看，岳云鹏，有难度了吧？岳云鹏，我认识他啊，
这是变这个变了好几十年了，他弄自己简单，弄别人他是真往里头捅。不是，您是我亲大爷，很熟啊，很熟。是，我特别熟。田老师，您这样吧，您就变我一回，怎么样？往耳朵里边叭拍进去，对，证拿出来。对，我还就不服了，可以吗？那要作死那怎么办呢？来，你可刚有孩子，来，进，快出来！哇，哎，很舒服吧？我疼了。这个有两个感受，第一就是您这手活太绝了，第二我那个徒弟太不要脸了。